看看这个秋老虎，一天天好热的，纯鸭血。缓缓生气，确认过眼神，都不是对的狗。小懒，走猫步啊！走来一个大懒，让我把它给割开先。今天搞一个鸭血汤饭给他们吃。哎呦，这像砖头一样，像巧克力一样，这个干嘛？你也想来点啊？是不是？第一次见吧？这可是好东西哦，我跟你说，人类狗狗都能吃的。你是怕它还是怕我啊？哈，你也来点嘛，吃嘛，别客气。我看你是怕我你呀、啊，你有没有听说过上天安排的最大缘分都让我们相遇了，我们互相喜欢吧。煮喽，熟喽，好快的。这真的挺像巧克力的，看起来好有食欲。加点秘制料，此时此刻有一个狗狗正在门口等着天下掉下来的狗粮。天下掉馅饼没有，天下掉狗粮带哦。呵呵，你看它，哈哈哟，嗨，孙姐姐，孙狗抱，哈哈，哎，怎么你像剪头发了一样？孙狗抱现在换毛了，然后短了好多。看看，这就是幸福。准备到那边一点，准备开吃咯。鸭血汤饭还有秘制的料，那个油，香吧？你很幸福，我跟你说，你就坐着啥也不用干就有吃，对吧？你就是那跟着我混多好啊，是吧？跟着大姐混三天胖九斤，有没有？我要在你吃饭的时候在你旁边碎碎念，这样你就会记住我的好了。你看看，看你吃东西有食欲哦。水果包现在又消灭了大半盆了，看看那些鸭血的话都先被它吃完了。包你现在换毛的量很多嘞，真的。咦，我最怕你一下吃完，等一下洗完碗又马上溜。好了好了，又洗完碗了。你去哪？你去哪里呀、啊？